先开始先来关心这個教育方面的消息，就是这個台北市、新北市甲基隆的这基础，因今仔中昼申请立法放榜咯。啊，讲这個台北的建中录取的分数上低都爱400+分，那这個特别条件加加了后爱400+分。另外，伫这北一路这个方面，因为同款的人上过侪，都安尼一项一项、一科一科的比，比到这最后，所以会当讲竞争正激烈。第一班主办机车八八机练车，今年的联合冠军嘛，甲以前无啥相共。练车成绩第一阶段申请立下中五红榜，建中录取上低原始分数爱400+分，特别条件加分了爱400+分。同分的科生是相当的竞争。有七位因为同分比序到国文，那他就输给其他124位同学。校长讲，今年第一遍的赛季围棋比赛加分，今年录取学生啊内底都有一位职业棋手，伫加分了变成更中的学生。排录中上加录取的分数是402分，加分了爱403分，今年阁加录取两个人。403分的同学非常的多，那我们选择的顺序有6个，第一个就是他的原始总分，第二个是作文分数，第三个就是数学，再来英文，再国文，我们就用6个去比序。结果我们比序了以后，发现啊，同学分数通通都一样。最后我们不得已，就只好多录取了2个同学。今年八八级的录取分数大约跟去年差不多多，建中阁摆入埋一个第二阶段的登记分发，上低分应该嘛跟申请的海原始分数差不多。而伫6月17号放榜，两个学校嘛拢留100外的名额，要提供予第二届全国机车科系来竞争。记者陈淑君、彭耀祖台北报道。